今天是6月30号了，王哥，我们俩上密山下修几棵树。因为猴哥为什么总搁密山？密山下猴哥干活那块老多老客户给猴哥介绍。再说密山下有什么好处呢？在2022年以前呢，每年砍3棵树都不用申请，但后来就不一样，现在砍1棵树也得申请了，所以不像以前那么事儿特别少。今天是6月30号，明天就加拿大的国庆节了，所以猴哥明天可能又得休一天。今天我们哥俩去干点活，带我看看吧。也这两天也呆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修这棵树，这棵树都跑到李队家了。把梯子拿回来吧。我哥回来就记账了，不是回来记账了。你今儿我看没录像啊？录，今儿我上课上那树顶揣手机忘录了，但是那帮这我去了很多人呢，看猴哥有5、6个。男的女的的都看猴哥，猴哥名也不啥有，咱都老百姓网友、有2个网友，那仨都是邻居，都去看我看，一直有想看猴哥也不好意思。那俩女的都跟猴哥同岁，都1968属猴的。哎，那挺好，我也不知道多比我大多少。同龄人。今儿是搁哪？密山家是吧？密山家。哦。今儿挺顺利的吧？干挺痛。这一个月，这也是顺利的干完了。顺利的干完了。平安的干完了。去年6月份，累都摔坏了，就是这6月份，今年6月份还挺好，挺顺的那种。猴哥千万加小，怕出事儿嘛。干不动了，猴哥干不动了，现在。干不动了。行了。干不动也得干呢。哎，一点点撤吧。哎，我这小房，这不是靠小房租点钱啥的，咱俩整两钱还贷款够了，你就少干点吧啊。这胖小子做房顶屋顶的，啊，这是他广告牌。收拾车呢，问我使这个，那什么，这叫什么？哎呦我天，你说我这脑袋真是有点老年痴呆了，吸尘器啊，想了半天才想起来。这小伙子，大伙儿猜一猜多大年龄？这是我的租客，一家三口从英国来的。这个戴斯，这小伙子那天跟我俩探讨减肥的事儿了。他说他要减肥，我说我2个月减了20磅。他问我怎么做到的，我说游泳，还有晚上少吃。大孙来了，哎呀，大姚啊，哎呀，看着奶奶笑了，你这是。你那笑的，哎呀，走吗？啊，大姚来了，大姚来了，大人物。哎呀，穿马甲了，穿夹克了，今天给戴个帽子。今天出门冻够呛。就是给戴个帽子呀。还吃了几口冰淇淋。还吃冰淇淋了？你还没做好呢。这都大姑父的玩具，大姑父的手办。哎呀，你瞅这爬的。又拉耙子去了，你看，就对耙子感兴趣。香啊，拖布，就对拖布感兴趣，看看。哎呦，大孙儿，这爱劳动的宝宝，你看，你瞅着，你瞅擦地，这是第一个要的，你瞅着，你看。来奶奶家还擦地，擦地呢，大孙儿。在姥姥家擦地，到奶奶这儿也擦地，就是嫌大家地不干净，是不是？站起，你看现在，亲爱的这个栗子，大儿子开那个烤的虾，烤的这虾，这够不够那个虾？哦，虾都腌好，蒜蓉虾是吧？对，这就搁这里啊。葱，这咋整？葱。感觉很美味，让调调米饭。小心小寒，吃饭了。大姚，让妈妈吃饭去。
啊，给奶奶呢，烤大包水儿。大婶，这吃饭一点，嗯、啊，看妈妈吃。妈妈发视频呢，发大姚视频呢。哎呀，哎呀，给奶奶呀，哎呀，好饱啊，这好饱。哎呀，哎呀，这鸡滑滑的。妈妈去吃饭。这瞅你呢，跟你说，哎呦，又摇上了，又摇上了，摇上了，跟奶奶玩啊。也啥玩意塞嘴了？把它薅回来塞嘴。吃啥呢？吃饼干渣呢？啊？哈喽啊。小泽，佩泽上当趟了，找泽清去了。啊，泽清做的饭给他们这帮小孩刚才给我发照片，做的挺好的呢。那个谁，泽清做的可好了，啊，色香味俱全。是在这儿跟你学的。泽清自己琢磨的。泽清姓韩了，你这笑的，你看看，小姐姐回来了，小姐姐。爷爷呀，进来喽。爬出来，爬出来。又要过来，爬出来。他这个上车还有力气，可以撑起来，把这个脚抬起来。看谁？哎，看谁回来了？爷爷回来了。老叔呢？谁呀？听见了。你在这谁呀？哎。笑了，笑了。哎呀，你看爷爷回来了，哎。哎，奔他爷爷去了，奔爷爷去了。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很快就能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快吃饭，你们都坐着吃饭。老爸拿着这么高级的公文包，不知道以为是谈什么生意。谈个几个这个项目。咱去拿点饭吧。哎呀，龙虾。玉林那过不去了，都封了，离这道。这样，到实地方走不了。啊，有美食节啊！嗯，老罗，你叫总理才过来的，我说啥事儿冒烟了都？搁哪块儿啊？自个太古到史蒂欧往北走不了了，堵死那趟街，整个城一边儿。哎呦。没人搭理你哈，人吃饭不搭理你，自己瞅上去了。哎呦，啊、哦、又下来了，你看，又下来了。又上去了。哎呦我天，爷爷把这啊，他这样不太胖。不知道，怕不怕，反正笑。关注啊，打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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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几点了？打卦，打卦。他就笑，因为对，你妹妹呢？你没想过？我妹妹，打卦，妹妹也不胖，然后但是她没她笑这么狠。不知道我小时候是不是胖？对，来，我也是。吃啥呀你啊？吃个鸡蛋吧。嗯，你叫什么？对呀，我叫小米粥。我还以为你说那个啥小米粥。元宵节啊，元宵节。我爸他们就是有可能创业的时候，就是大家我一起吃了。拜拜。回家拜拜。回家拜拜。拜拜。有点笑了。笑。太羞了。走吧，回去吧。回去吧。谢谢老公。喝点温水啊。来吧。哎呀，把这裘皮穿上得了，我穿半截袖加穿羽绒服，多冷啊今天！对呀，穿棉袄。你咋的了你俩？差点把我鹅穿上。你猴子，冷死了。别来冷是吧？你这不穿袜子。没上哪儿，搁家来着，回来拿一下纱布。买完了板子。没有。吃饭没有？吃饭了。吃了，吃的这个难受。昨天剩饭。走吧。欢迎啊。回去吧，回家。贼皮子，你看穿短袖呢。等一下，16度。这家这多伦多可是避暑的好地方，黑龙江都30度现在。现在到热时候，但是家这样式也不好，对庄稼也不爱生长，植物你看那树，这都不行。夏天还热点好的呀。猴哥吃桃，猴哥是不行了。猴子吃，我冷热都没事。我也不怕冷，也不怕热，人家花开，人家花呀，太漂亮！这盘主要要开了，那个盘最要开，看到？
你看这个是去年的，去年我一个掐了个叉，叉秃里活了。冷吗？我不冷，换你冷回去吧。丢吧，冷啊，16度今天。7月1号。